野狼帮，那不是黑石城里坑蒙拐骗样样都做的黑帮吗？怎么和林月勾搭上了？林少爷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想要教训的究竟是什么人了吧？哼，是我们学院的一个学员，名叫叶璇，人就在离这里不远的营地里。魔法学院的学员？正好让这群家伙引开通湖老师，我就可以去魔兽山脉深处看看了。哎，哎，嗯，哎，这是圣火果。